台湾之光林书豪魅力无法挡，在彰化市就有林书豪的粉丝选择用指甲彩绘替他加油打气，十根手指上都是林书豪的象征，好小子热潮持续延烧，不分男女人人挡不住。这位小姐非常喜欢林书豪，所以我们帮她把林书豪所有的跟林书豪有相关的球衣、火箭队的 logo 还有篮球全部都画在上面。花了多少时间？花了一个多小时。常常有客人是要客制化，有、啊、我们有做这个相关的服务。我很喜欢他，他每一场球赛我都会看，他是台湾之光，还没看到本人，然后呢，所以我先把他画在指甲上面，可以每天跟我在一起。你说啊，加油。这位小姐是林书豪的超级粉丝，就算没办法到美国替林书豪加油，但气势不能输人，美甲彩绘就成为追随林书豪最好的方式。好小子旋风魅力也让这间美甲工作室每个礼拜都要彩绘好几位林书豪的粉丝。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